敗俾安妮娜。負資產打到嚟香港半年內，我相信樓宇會大跌。呢、這個唔係我講嘅，你睇到股票就知啦。2018年最高點33,400多點，到星期五跌到14,000多點，腰斬咗唔止一半，短短4年唔夠。而市值蒸發咗幾多少？你就係睇騰訊你就知啦，700多點嘅高位跌到而家200多，唔好講阿里巴巴300多蚊，而家跌到50多蚊。呢啲所有嘅中資股、中概股，唔理你乜嘢股，只要有個中字就得人驚，直接蒸發曬，係全球股票。股票市場跌得最金，唔好話哎呀，我哋係國際金融城市，我哋啊即係新加坡不如我哋，你只係睇恒生指數，你完全睇到今日中原嘅陳永傑，當然啦，施永青就前日講咗，我哋要炒一成人以上，而陳永傑佢話。如果你上年入市九成按揭上車客，咁你就會變成咗負資產。大家都要知道香港呢要經過壓力測試。咁你買樓，咁你唔夠首期嘅話點樣啊？好多銀行譬如借裝修費俾你名義，咁你就可以攞多啲錢。跟住最重要嘅就係開發商，即係發展商，好似新鴻基咁，嗱，不如咁啦。你呢就俾兩成首期，或者俾一成首期，有剩兩成嘅，我哋第二次按揭借埋俾你，但係短期還啲，咁呢就銀行嗰度你還25年，我呢度你就還5年啦，頭一年唔使你還添，等你輕鬆啲。而家淨係今年預計都要跌10%至15%，咁即係話如果你俾一成首期嘅話，你已經係負資產。下一句乜嘢？冚家產，因為陳永傑已經講噶啦，銀主盤已經係由2013年以嚟最多嘅，年底或者已經去到有1000個嘅銀主盤。所謂嘅銀主盤係乜嘢？就係冇錢還，跟住層樓被拍賣。你唔好忘記啊！銀主盤是滯後半年至9個月的，是這麼簡單。為什麼？你沒有錢還，銀行第一個月月期通知你，第二個月月期，第三個月月期，跟住就會警告你，跟住找人跟你收，收不到，跟住才向法庭申請充公你層樓，會滯後半年至9個月。即是话到年尾有1000個银主盘，并唔系而家出现噶，系喺今年年头出现嘅事，嚟到年尾至爆发。更重要嘅嗰日嘅楼价仲未下跌，你就睇到香港嘅经济去到边度？呢个第一点，第二点即系预示以而家香港咁嘅状况，出年银主盘会更加多，因为你楼价下跌。你就要追數，點為之追數呢？你俾咗一成按揭，樓價跌兩成，咁點啊？即係你資不抵債，資不抵債，銀行 call 窿 call 窿就要你補翻嗰個差額。即係你借100萬，你俾10萬按揭，有20萬你借發展商，咁你都係借10% 啫。咁如果跌咗去到80萬，唔見20萬嘅話，咁你点啊？你话俾我听，咁你即系话你层楼唔值咁多钱，你就要追讨翻而家嘅市值嘅价钱。其实当日嘅2003沙士，大量嘅香港人因为负资产跳楼，就系全靠董建华嘅85,000。今时今日，一个动态清零闭关所讲所造成嘅影响。大家真係拭目以待，香港呢啲負資產
他们将会冚家产。拜拜。